哎，今天是任夜宴的生日会，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有周世儒前辈，陈雨涵后辈，雷希梦后辈，还有我。接下来我们的小寿星任夜宴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热情的粉丝说吗？不是很热情，就是谢谢大家，不管是就是帮我布置这生日，还是一直以来支持我，就是非常爱你们，然后辛苦了今天。好好冷淡，一点也不热情，还热情的粉丝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的生日会正式开始，第一个环节大家齐唱生日歌，祝我们的任夜宴生日快乐。谁起个调？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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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乐。先许愿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生日祝福与才艺表演环节，有请第一排左手边第一位粉丝，你有什么表演的吗？好，来吧。
表演真的很好，你们知道那个第四届开启了，你建议去报一下名。可以可以，非常值得一份。哦，那好，第一排，哎，第一排的人呢？下一位，不要跑啊，那个黑帽。下一位还有谁要上来表演吗？全站起来了。或者上来说一下生日祝福也可以。对对对。不上来的没法领蛋糕。对，你不上来领不到蛋糕。多少表演一点。不上来，我们要吃饱了。哇，高级！好好。没听到，没听。好听，你们可以去那个day七。安科路。想吃什么味道的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下一位，这个戴着霸王茶姬口罩的，一看就买了很多霸王茶姬。你跳个飞行热气球。哦，来，蜜瓜酱，你好，好。我有点害怕了，我有点害怕了，我有点。谁唱的？还可以，这质量还不错，音挺清晰的。著名的表情包上了。姐，你还是比网上拘谨很多的。谢谢，这样对着吧。谢谢，蜜瓜，蜜瓜味的。
了吗？下一位。可以过来领蛋糕，如果没有才艺的话。好，能不能先让他停下来啊？喂喂喂，唱了甜甜的歌是吧？不意了，因为我下次 mini live 给我唱。你要吃什么味的？巧克力山楂这个、哦、奶茶。下一位。好。好。道具。哇哇，你小心点，别摔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要跳什么，我知道要跳什么。我锁屏了，不好意思。没开声音，把声音开大点，我给你放话。不要了，蛋糕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。高蛋糕要什么味道？别吃了，你们两个，我真的就这么点。
们想自己吃，刘会去自己吃。好。嗨，任艳艳，今天是你出道的第232天，是我喜欢你的第232天。古人说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会相逢。我想我们的相遇可能是上天给予我最好的缘分，也是最好的礼物。200多天的喜欢，说长不长，说短不短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你慢慢讲，别紧张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，喜欢你是我做的最平凡的事情。总是觉得说的再多也没有做到了靠谱，是想把有关于你的事情真真切切地放在自己的心上，想让你也成为一个被爱意包裹的小朋友。世界既不黑也不白，而是一道精致的灰。谎言不会伤人，真相才是利刃，多的话就留在以后慢慢说吧。相信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。最后祝你一岁一礼一寸欢喜，所求皆所愿，所行皆坦途，长安宁，少女不惧岁月长，永远赶在18招募。愿你每一岁都能奔走在自己的热爱里。任艳艳生日快乐。谢谢谢谢。哇，文笔很好。蛋糕蛋糕，不要蛋糕吗？你要吃什么味儿的？ OK， 这都没打，还有刀吗？听什么？要比较难的吗？小燕子吧，小燕子。哦，我知道你是谁了，谢谢。你要吃哪个？切个这个。Hello, rapper 来了rapper 来了， 你要这样反手拿麦哦，这样拿，这样拿，别紧张。
害厉害，哇，差一点就赶上我了，还差那么一点。看出来了，但是唱得很好，唱得很好。好，我要祝我十几岁生日快乐。谢谢。你要什么位置蛋糕？还有吗？下一位，如果没有可以上来领蛋糕。对，快来快来。好，谢谢，好久不见。好，啊，又要唱，太好了。多么疯狂，能吸引你目光，想要在你身旁不止遥望，想要目光碰撞，你却一直躲藏，你才会我的追赶你的方向，想要对你表白，想抓住你的爱，我的爱看着你发着呆，却被现实拉开，爱忘爱忘，爱情在这一个绽放，爱忘爱忘，哪怕只是浮夸，爱忘爱忘，是我唯一的信仰，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浮夸。的空荡，回头的夜晚，直到天亮。依靠你的肩膀，谁偷走我的爱？星空空回不来，被现实打败。爱忘爱忘。爱情在这一个绽放，爱忘爱忘，哪怕只是浮夸，爱忘爱忘，爱我唯一的信仰，爱忘爱忘，哪怕全都是浮夸。这是在
做什么呢？在做什么呢？好，不表演了，祝你生日快乐，郑约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你要吃什么味道？还有吗？下一位可以上来领蛋糕。Hello Hello Hello， 好久不见。其实我有点紧张。别吃。我是第一次过来参加这种生日冷餐。然后最近在流行王家卫嘛。然后我就想起了，今天是2024年1月20日，午前的这一分钟，因为你，我记住了这一分钟，从这一分钟开始，我们就是一分钟的朋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身体健康，少一点烦恼，多一点开心。好。谢谢，希望以后能再多一点见面。你要吃哪个味道的？口味清新，这个吧，这个清新一点。然后还有奶茶。好，好。很标准的求佛，很佛，拜拜。怎么能？这有人在抱怨。没有表演。祝你17岁生日快乐。哦，好。没有，永远17岁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在广州一直想着你。我在成都一直想你。以后多来东郊。好的。多来东郊。我能领个蛋糕吗？你要哪个？这个巧克力布丁，然后这个山楂碧根果，这个是蜜瓜的。帮我切一块这个吧。好。谢谢。两边都是吗？两边都是吗？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还有人吗？要哪个？好，奶茶，奶茶。
还有人要来领蛋糕吗？这巧克力真的很好吃，我们要吃完了。都领完了吗？他们吃的很不好看，他们吃的很邋遢，这一桌。多识字吗？亲爱的任夜宴，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，你不要笑，应援会在这里给你送上了最真挚的祝福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这是你在 CGT 48度过的第一个生日，我相信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，也是你人生中充满喜悦和希望的一夜。过去的一年里，你以你的才华和努力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，你的笑容如同阳光般温暖。不要笑，你的热情如同火焰般燃烧，你在舞台上展现出的自信和魅力让我们都为你感到骄傲。在你新的一岁里，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热情和努力，不断突破自我，追求更高的目标。我相信只要你勇敢向前，未来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。同时我们也希望你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笑容常开，幸福快乐。2024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刻，我们想表达对你坚定支持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，我们相信你都有足够的勇气和智慧去克服他们。如果你需要帮助和支持，请随时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你最坚实而温暖的后盾。最后再次祝你生日快乐，愿你的每一个愿望都能实现，每一个梦想都能成真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，陪伴你走过每一个重要的时刻。祝福你任意宴新的一岁更加精彩， CGT 48任意宴音乐会。谢谢小爷爷菜们。真的是 AI 写的吗？有人告诉我这是 AI 写的，应该不是吧，应该不素吧。我说上一年的梦想是说，不是说要当瓜吗？这次在大家给我的惊喜实现了，然后明年换一个新的目标，我跳花园舞曲的那个瓜。好好好，好好。那接下来是送礼物的环节。好，没事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好，那我们就最后的合影环节，来吧。Thank you.
那我们今天的生日会就到此结束喽，谢谢大家来大家参加任夜宴的冷餐，谢谢大家，等会儿公演见，拜拜。